耶、yeah. ！好久没有，好久没用 WiFi 机了。当要收到 WiFi 机的时候，就代表我们要出国了。谢谢 Go WiFi 的 WiFi 机，谢谢，出国喽！以前有一段时间呢、啊，我们都会在那个镜头打开的时候就很努力这样装盲，对。可是我是从头到尾都装盲哦，有些人是，有些人是真的就是。装嘛，真的，你看，他就是真的就是在玩嘛。哦，韩国的呀，有会我有人催你的。以前我很大就是打着就是每一集都出国，我们都出国。对，我接近三年没有出来了，我接近四年没出来了。他因为他当中还有一年去当兵，去当兵的哦。他最近都没有出去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开心了。这个地方你来过，对不对？这个地方叫做什么？我来过吗？来过庆州、庆北、庆尚北道，我们两年前就来过了。两年前呐、啊，是两年多了啊。对啊，对对对，对对对对对。欢迎信，这个叫庆尚北道。庆尚北道大家比较陌生一点，庆尚南道就是釜山。他们居然带我们来这里看的。哇，然后下雪的地方就是这个地方，哇塞，往事在这里面。OK， 那我是新鲜。来来，先几位好朋友先给自己介绍一下，来来 ，introduce yourself， 小清新，小清新，才跟王，才跟王，又来了，又欢迎欢迎，哦，大家好嗨哦，韩国，哎，我们去哪一国都可以啊，好不好？真的，对呀，哎，来来，第二位，孙可发，我是小孙可发，来。下巴好像还差了点，用力啊！那有一次，哦，黄色，吓死我！大家好，我是严正伦，新疆籍独在，叫我开始。我要唱一下吗？唱一下，好。第一首主打歌是跟大院的低音轰隆隆是这样唱的，低音轰隆隆。嗯，我成长了。嗯，随你的节奏，紧绷。好像要唱很久。好 ，OK， 好，好，自己喊，是这样唱的。好，来来，这边来了，啊，熊仔啦，熊仔啦，熊仔，哎，金钟奖影帝级的，哎呀，哎呀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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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各位，下好就离手了，好不好？然后呢，你要知道每一队它的额度就是四席，如果你选完了，那也就没有了，好。好，首先两位队长，闭上眼睛。这很残忍呢，这很残忍。选，一开始四个全部选那边。选，选择一位。来，请选择。你可以站到他的旁边。一、二。
三。三。好，两位，请张开眼睛。请张开眼睛。他也不会飞你啊。我可以飞吗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们有交情。不要再情了，交情没有情了。我说你这些再情呢？你不要这样，你刚说你不会飞我。好，我中。第二一棒。摇唇药，摇唇药，药药药药 man。好，唇药来了。那个一边是友情，一边是爱情，到底选哪一边？等一下，两位队长，哎，怎么样？我可以，你可以，可以出吗？因为刚刚宪哥说一边是友情，一边是爱情，然后这边说嗯，哈哈哈哈哈，没了吧？没了吧？你怎么心虚到这种地步？情是情啊，太心虚了，好不好？还可以移动，对对对，还可以移动。对呀，请选择。一二三，请。不要再停了。哦，大哥他本对对对，伴郎的交代比较重要，伴郎，因为这样比较起来比较有那个有连接。我有带朋友出去玩，然后朋友选别人。OK 了，不能被他影响，不能被他影响。各位，心理战。好，我看到汗点了。好 ，OK。看到我 ，Oh my God， 我也是人体装的，身体好快。好，来可方。好，可方选择之前，请两位队长提出邀请。我觉得可方非常的适合来到我这边。哦，为什么？因为毕竟我也曾经有演过戏，非常了解演员的心态，他的心里面，可以教导他在这一次的这个整个关卡当中，可以如何的去取得胜利。哎，好，我觉得孙可方非常适合我这边。怎么呢？因为你平常都在演戏演多了，你来上综艺节目不就是想要放松一下、自由一下吗？如果你来到这边还在演戏，那就在工作嘛。你闷了四年，好不容易出来了，我要出来花了那么多钱，你就是要来 happy 的嘛？啊，你那边过来还要教你演戏，教你干嘛？无聊嘛？啊，你回去台湾就好了。好，两位队长闭上双眼。这一票很重要，因为他可能会决定可方冰选交给蜂王，可方冰选交给蜂王。不要误入歧途啊！哎，不能再讲了。不要误入歧途啊！哎，不能再讲了，不能再讲了。哎，终于有人了，终于有人。我是瑶。一二三，张开眼睛。主要目的就是把收视高点留在我们这边。OK， 而且我们高点、高点、点点点留在这里，对，守住，对，懂点。OK， 来，我们这边请，来，你们那边请，你们先请，你们把那个收视高点留给他们。我处理，我你们的选择我都 OK。来，不要再停了，你们的选择我都 OK。我处理一下私下。不要看他，不用看他，来，走。特别是你，不要管他，走。我刚刚没有到那个选的那个。我跟你讲，我们其实没问题。我跟你讲，也是两个人走的。哎哎哎哎！你们 ！Oh my god！ 团队的精神，团队的默契。My mother！ 我喜欢到了。哦，没有，我很开心，我们这四个。因为我好像跟点点没有同队过，我前次其实想要跟你，我就是想跟你对，对，他们那边都是颜值高 ，OK， 颜值高的，对啊，但是呢，那是怎么样呢？收视高点吗？这收视高点在这里了，难说嘛，不好说啊，不好说啊。